疾风骑有点好。你搞不好应该要抓法师才是比较合理的做法。应该先上60级。该买了，大爆炸！哇，每个人都有个两星的武力是怎样？还都穿满装备，还有20块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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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掠食者一次都没有触发，一次都没有。这三场掠食者一次都没触发。玩法师吧，啊，不够快。理论上燃烧应该很克德鲁伊吧，主要是几乎全部两星的德鲁伊还是有点难缠的。然后走到这才能攻击到他，可怕！哇，他不是应该有燃烧吗？有点神奇。
大爆炸。他身上的装备可以拔掉，很赞！哇，这样还是不够，啊，算了，存钱存钱。开到第二次大吗？没有开到第二次大。沉默到底从哪里来的？很讨厌呢。我是应该拿火人的。我现在其实可以放岩山上来，可是这样要弃掉一个海洋。可以和龙爪，也可以和魔爆给他。三星掠食者。现在复活甲跟这个赎罪神石几乎会互相运作。下去了，
然后火人怎么死了？还有三星这个，我把纳迪鲁斯卖了。大爆炸！我果然要换另外一边转。集中其实有点好。刚好遇到法师那家。看你也吹，你也用得太歪了吧？哇，他第一名哦！天哪！舍弃水晶上疾风，又狂战，这星级的用西风也吹不起来，然后他人都站在这，
有这只应该要站一只。其实我现在疾风减一哦，还是不要上守护，多上疾风，降级搞不好比较好。哇，他换位置哎，你在说笑吗？还是有差啦。下去，我干、哦！不要这样，拜托大大，行行好，大大行行好，不要这样。OK， 超惨血，干他没死。我没有为他特别挑牌位吗？哦，他这只还是换的。我干，我觉得我输了。GG。